哎，你觉得这两位学员唱的还好吗？怎么样？放得开吗？你们两个可以公开了。他们真的是情侣吗？不是，不是啦。喂，也没有放得这么开，好不好？我想要怎么大家都在讲。其实真正的情侣，我们今天还没有公开。哦、对啊。哎，放得少。喂，黄世文，我跟你讲。